恭喜 Kelly 哦！今天农历正月初三，阿红现在人在北港武德宫，我们晚上11:15要来接我们的北港武德宫的武财神回宫安坐。后面看到这个人潮，全部都是在等来接财神的。那这跟着阿红到庙的各处去看看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介绍给大家？哟呼，爽啦！老人家贼，人这么多，全部都在迎接我们的财神的。那我们来去正殿来看看，下殿来看卖嘛。看正殿的人也是超级多，今天也是补财库的最佳日子。然后现在在那个北港武德宫的正殿这边。你看到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的财宝箱，财宝箱呢就是那个北港武德宫武财神啊那个降价葫芦所来制作的，它可以放在你的财位啊，结缘金是3600元。对啊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的力士仙官，他手上拿的这个金元宝可以摸的哦，把钱都带回家，也是可以摸的，要摸到公斤在上面。现在我们看到我们正中间，我们这一尊啊，这尊就是我们北港武德宫的那个坐骨武财神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尊是我们的招财使者啊，招财使者这也是可以摸，就是珊瑚啊。然后前面这一盆也是可以摸的。哦，因为咱会知吼，每时大家手持吼，即个炉吼，啊，要来到阮这财神大道家吼，阮家吼啊，真正咱财神爷吼，准备要来回宫迎红包子。来胡乱，有着伊的胡乱作势，分量6000。现在时间正好11:15，他们现在要直接来举行那个仪式来接财神。刚才财神已经把那个中间的那条道路啊，已经净干净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请我们中路财神来去赶快保佑。明金供，恭迎先生。迎三上香礼，一上香，再上香，三上香。天文岁次辛酉年，正月初四，龙时大吉日。全体人员再向天官五路不再尊神，以力为尊神。迎三一中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行。啊，阮感谢陈处长，啊，咱消防局的林处长，咱消防处的林处长，啊，咱警察局的朱局长，还有咱民政处的林处长，甲咱民政处所有同仁，啊，咱的北站的林店长，咱张庭奎。风尘起烟，一卡香炉来开机，有着因的祭祀求命，上演两代百年，有着姜才来完成，上演两代百年，姜才来完成。
千岁，一枝桃被来胡乱，不得一昧。我们现在要来往前去领那个好彩头。他们本来会发那个福祉让大家去做使用，但是因为今年疫情关系，所以说他们就是发那个彩头2000条，让大家来去领这个好彩头。快乐！哇，今天开始快钱，谢谢！哇！拿到县长的好彩头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拿到钱母跟彩头，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参加武德宫的接财神，那也希望自己来年可以财源广进啊，也希望我的观众们也可以得到财神的庇佑，财源广进。今天影片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 FBIG 都帮我红追踪起来，我是郑守宏，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